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的4:30。那这里是管山的海岸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管山湾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得到富士山，然后富士山的形状非常清楚，尤其是黄昏的时候。那今天就是刚好天气好，可以看到夕阳西下沉入海中的景色，所以今天就特别来到这个绝景拍摄地，已经有摄影大哥来这边拍了。哇，绝景拍摄地，哇，在那边坐着看夕阳超浪漫的。富士山，富士山好清楚哦，比早上还清楚。达摩，超美的管山海岸，管山湾。